绘本繁复，神圣威严，体现了咱国古代高超的青铜技法。一件衫薄如仙玉，轻柔透亮，表现了福建的纺织业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这个飞蛾造型纹饰非常的特别，伊在讲着曾经无比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块石头珍贵无比，玲珑静态，展现了秀山石精美绝伦的超高艺术价值。因就伫个今仔日的奇幻博物馆当中，予咱来听一个因背后的故事。就背山靠江临海，气候真好，地理环境优越。早在7000年前，福州就有了地方特色的原始文化。福州市博物馆创建在1987年，原址是在福州吴山大树殿清代古建筑群当中。2000年，新馆对外开放。新馆的建筑风格和装饰风格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是南院式的布局，就是用巍巍长长的南院天际构成福州古建筑的空间特色。福州市博物馆作为展示我们福州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窗口，主要展示的有我们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还有海丝门户有户之州这个展览。那我们这里收藏的主要特色有陶瓷、字画、寿山石、丝织品，还有一些漆器等等。馆藏文物10000多件，这些都承载了我们福州作为7000年人类文明史和2200年建城史的一个实物见证。我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件我们镇馆之宝文物。第一件就是我介绍一个我们馆藏的一个商晚期青铜花蕾。这件花蕾的时间是商晚期，离现在大概4000多年。风蕾靠长12.5厘米，宽15厘米，通宽46厘米。茎的前后各有一个绣绣，叶上有一对弯曲的角。茎的正对边又各有一个绣绣含圈，圈的顶面装饰有花纹，器物造型风格稳重，纹饰活泼，动静相宜，端庄华丽。那这个青铜花蕾是礼器里面除鼎以外级别很高的一个礼器的这种精品。古代史书有记载，鼎在礼器里面是最高级别，天子九鼎，是诸侯七，四大夫五。
大家人都知道中国古代青铜器当中，礼器是当时统治者用来表示身份等级、立国传家的重器，所以受到很大的重视，世代相传。而在礼器当中，以石数量为上多，而镭在青铜礼器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镭有四角形、圆形的两种，圆形较侪，四角形的镭确实是较少。各地的专家对它的深入研究以后，发现这一尊青铜花镭，它的造型比较这个轻巧，里面的纹饰各方面也比较精致。从器型的外表来看，可能不是中原那边的一种比较厚重青铜礼器这个花镭的这种特点，所以专家可能比较倾向于这个是我们当时在湖北或湖南一带楚国时候的这种楚器。这件青铜红镭铜体满是花纹，以分镭纹为对，顶面布满开梁纹加饕餮纹。开梁纹的形象来自于一种类似灵的动物，外形真有威慑力。红镭顶面的开梁纹是一对一对，饕餮纹是兽面状、兔目大嘴，相角真大，有头无身，形象凶猛而庄严。几件红镭的纹饰繁复而精细，带有神秘诡异的气息，有典型的中国商代青铜器的装饰风格。我们古代讲说普天之下莫非完土，率土之滨莫非完成，那他们装饰的这些非常凶猛的这些纹饰，也体现出贵族这个权力至高无上，让臣民能够在他威严之下都要臣服于他的统治。镭在商代晚期流行的时间不是很长，到了西周早期以后，慢慢这种的器型就开始消失掉，所以说现在能够保留起来也显得弥足珍贵。中国自古以来是纺织大国，以丝织品在世界真出名。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南宋纱罗对襟褛的顶面纱，伊唔但展现了中国南宋福州地区高超的纺织技艺，啊，为咱研究当时贵族妇女的服饰特点，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馆里面展出了一个叫纱罗对襟女上衣，是这里面丝织品类的一件镇馆之宝精品。这件纱罗对襟褛的顶面纱，腰跨45厘米，手腕口跨21厘米，下摆跨45厘米，对襟的所在上锁边跨6厘米，两边手腕口的所在是有戈壁色的纱襟，干色浅黄，丝质纤维较挺，由粗绢丝加幼微丝织起来，整件纱是素纹。这件衫的重量非常的轻，薄如纤腰，轻柔透亮，制作工艺非常的精湛。衫的孔眼均匀清澈，以轻柔稀疏的程度，会当加现代的纺织物相比水。是我们1986年，12月的时候，当时在我们福州茶园村树木时候，也是一个基建工地发现了一个古墓。那这个古墓当时发现以后，因为是基建，然后文物部门立即就介入，最后进行抢救性的发掘。那从这个墓里面发掘出保持完好的两个护膝合葬的一个棺木。那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对这个护膝合葬墓进行我们的这个考古发掘处理完以后，里面随葬了有500多件丝织品。古墓发掘一个存在的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没有发掘到墓志铭，那就是说对他的护膝
身份没办法认定。考古工作者对文物进行大量的研究，因发现蒙来出土的朴环都有跟军队相关的内容，其中有写讲军民上下感恩，得相发分明，善用人，政治忠良未办事，宽仁古敬乐三军。这些言语清楚地表明男主人是一位军人，而且地位也相当的高。那其中很难得出土了几件纸质文物，里面有记载这个主人的一个当时账单记载。那后面落款是落宋端平二年。那宋端平二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对照那个年历表，就是公元1235年。那我们经过对湖州的这个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的有关文献史料跟考古发掘的研究，发现在唐代的时候，湖州都已经被朝廷列入丝织品里面的一个等级的一个名录里面。唐代把丝织品在朝廷里面列了九等，苏州跟杭州是在第六等，那我们湖州这些丝织品当时藏的这个等级已经被列到第八等。福州地方南宋王宗出土的丝织品，它的质量和工艺有很高的水平，这证明了福建的纺织业在中国南宋时期已经是非常的发达。当时挖掘的这个古墓刚好是因为基建沟机沟的时候发现这些古墓，那当时天气很炎热，所以说大家文物工作者赶到那里以后，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墓葬，所以后来随即就是进行一些抢救性挖掘。那因为宋代的古墓它这个规格非常高，外面整个就是说土完以后，里面是一个石板全部包得满满，在一个石板的底下就是糯米松香这样子的一个包裹，然后里面是锅，锅再进去就是棺，然后棺再进去才是他这个真正的主人随葬在里面。那后来在挖掘过程中因注意天气很炎热，所以说对这个文物保护也是相当相当这个困难，所以我们文物工作者就是不分昼夜一直在这个为保护文物在那里制定一些保护方案。南宋沙罗对金鹿的顶面纱到现在也照样保存得非常的好，伊唔呐体现了中国南宋时期高超的纺织工艺，也为咱这位纺织大国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实物见证。福州唔呐纺织品制作精良，福州港更加是中国古代废弃外销的重要港口。福州市博物馆收藏的一组外销灰，因是发现伫个著名的湾礁一号沉船位置，反映出福州港甲中国古代外销灰密切的关系。我们管理一个镇馆之宝，就是湾礁一号这个葫芦瓶。葫芦瓶这个是我们里面出水的这个一万七千里面算得上一个精品的，在历代这个在其他各沉船里面，目前呢我们中国沿海好像出土这类型的器物相当相当之少。那这葫芦瓶看起来小巧，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由葫芦瓣加一般的葫芦瓣相比，外形显得非常的独特。一宽18.5厘米，上是小象拔，中央缩腰，下面是大圆鼓拔，做出来是变异的葫芦形。
伊的颈部又有长长，自上而下会有三角形阴蒂变色，加三角形交叶纹。中央的小葫芦顶面总是有复联斑纹加网格纹。开弓内有烟花图案，即系繁复的图案之间，留白的所在较侪。布局疏密有致，造型甲纹饰非常的特别。那这些青花瓷里面，大部分是这个从它的纹饰、从它的器型等等来讲，都是这个有西方的一些风格的，他们自己特定的这种要求在里面。这个基本上就是西方的这些特定的这个群体跟一些贵族的玩饰里面需要，还有一些葫芦瓶，还有一些这个高脚杯，这个都是专门定做的。这些花器在造型和纹饰顶面体现出鲜明的异色风格，反映出康熙时期景德镇民窑海外贸易的繁荣。而这些精美的花器又是在德勒比发现的呢？晚礁一号水下沉船考古是2005年，当时七月份在我们平潭海域晚礁一号沉船出水了17000多件各类的青花瓷。那当时在发掘这个为什么叫晚礁一号的名称，其实就是平潭的这些渔民经常在那个海域里面打捞的时候，捕鱼的时候，时不时会从渔网里面捞出几块碗来。那这些碗起初认为是破碗扔掉，后面这个捞的越数量越来越多，惊动了一些我们的这个文化工作者。那国家文物局后来组织的水下考古的专家对它进行打捞，这个发现这是一条这个沉没于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个沉船。船大概就残留下来就13米多，那真正的那个船大概也就在20来米。那从那种的船的长度来讲，应该当时是一种转运船。湖州的话，最早当时基本上就是要么转运到厦门，要么转运到菲律宾，这个然后再销往这个西方或者某个城市。整个挖掘过程中，一共出土了17000多件的文物。那这一批文物在我们专家鉴定完以后，感觉到这个是现在水下沉船出水里面唯一的一艘船仅在的一个窑口一种类别的瓷器，那就是来自景德镇窑口青花瓷这个之地。花椒一盒顶面装载的这些外销的花器，外形美观，工艺精湛，因既体现出景德镇徽师傅高超的花器制作水平，也见证了福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历史。寿山石大家都知道，现在作为我们国石的这个候选石，生产在我们湖州的寿山石寿山乡，离现在最早的就是南北朝1500多年前在墓葬里面出土了，大家就把它作为一个随葬品来随葬到墓里面。所以说寿山石历史南北朝到现在有1500多年。那它品种很多，有好几十种品种，其中最贵重的就是一个天皇。这块天皇宝玉压两形状，宽13厘米，宽7.8厘米，高3.8厘米，重500克。正面是桂花黄色，背面小夸浅浅的，亲像玉白黄，有红色裙架加罗布丝状绣纹。
画面当中，两花乖乖的山峰，树木暗洞洞，一只小只船啊，搁伫个港内，船头围坐三个人，指点风景，准备大功推船。大众云彩坐伫个钓风，一轮烟雨高挂，背面山脚顶面有用迄款寿神见身四个字。那民间有一种说法叫田黄基本上五十颗就算成材，但是你要形成这五百颗那是相当相当之难的。那田黄这个作为寿山寺中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十地之称，这个为什么它那么珍贵？因为它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它是叫无根石，就是所谓的石头都是有根脉在山上开采，它是在田里面河里面去这个挖掘的时候出土，是什么样形状就什么。那它只要是给它形成有特殊的关系，火山喷发或者岩石这个崩裂的时候，把这些石头滚到河里面去，那经过这个河里面通灵的这样子的，如酸性土壤的这个不断的冲刷，河水的冲刷，还有这里面的土的掩埋，最后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与众不同的石头，所以说它的珍贵性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颜色。因为电黄石真珍贵，雕刻的时阵，加重一刀来讲，伊的重量就会减少，所以真需要一种功夫，少动刀，剩落来的物件多。这种高明的宝玉雕刻技法就因为安尼产生啦，因为伊比千浦雕啊较浅，雕刻残薄，而且啊富有寓意，所以被称为宝玉。电黄石的表面有时啊难免会有一寡细细缺点，过分的雕琢又真容易破坏石材的天然之美。在这种情况下面，采用宝玉技法雕刻，就成了最理想的装饰方法。雕刻这个田黄石的这个作者叫林寿康，经过他几十年对这种宝玉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最后成为我们福州东门派的里面的一个代表。作者结合照料文路设置精心的安排布局，繁理不乱，多发灵转讲究，作品玲珑静卡，出神入化，方寸之间用千里美景。以巧妙的故事加高超的雕刻技艺，实在是让人叫绝。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寿山寺文化，也是福州四大文化品牌来研究来弘扬，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好好去品鉴去观赏它。福州历史悠久，以最早为七万堆，用挖玉的新样留下了最早有文物考古的记载。金末汉初，福州建城为都，河为东亚，就有了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也产生了灿烂的文化。福州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加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又是重要的文化中心，流连在每一个布店和店品当中，好亲像一摆又搁一摆的置身于历史的故事内面，开启一段奇幻福州历史长路，去感受这奇幻的博物馆。